牛氓在追着我了个去。离开松岭，沿111国道继续向北，途经古原，来到劲松。劲松镇隶属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，位于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南坡顶部。这是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小杨气镇爱民路，今天起往劲松镇，全程40.4公里。前方直行200米。前方100米红绿灯右转，进入嘉洛公路。右转，进入嘉洛公路。啊，松岭大街。前方沿嘉洛公路继续骑行，大约620米。左边是区政府，松岭区政府。前方直行500米。直行，进入 G067。对，过了立秋，北方早晚就凉快，但现在不是凉快，现在是冷哦。前方沿G067继续骑行，大约830米。多布库尔河的多布库尔桥，多布库尔桥建于1986年。下面就是多布库尔河啦。前方直行500米。左转新林漠河方向，右转加北加格达。前方100米左转，进入111国道。左转，进入111国道。到新岭加油站113公里，塔河加油站201公里。3:45，新岭104。有的。哦，嫩江源景区，飞龙山杜鹃谷。它的水都流到嫩江去了。大家的水流到嫩江。对。这边嫩江源，嫩江是无人禁区吗？哦，对，无人禁区。1999年的时候，1999年大批的军工，黑龙江省的军工有7000军工来的。哦。完了有上海的青年。哦，上海青年。你是上海的，你纯上海的话，应该这块有上海的青年的，但是工作的地方。哦，对，知青那个时候是吧？啊，上海的，还有北京青年。北京青年。还有
窑的。哦，余姚，对，也是浙江的人。你看现在人都少，人少了。最早这地方有十多个单位。十多个单位的。有筑路队啊，红木厂啊，都有的做服务的，检验所、汽车队、啊、都有。为了木材进厂，现在这些木材一不生产了，其他工人没有。啊。其他的工人都是原先的工人。啊。剩下的都是。年轻的都已经考走了，就没啥表情。这两年也进了大兴岭，也出来了，完了重新看看哪个好，但是这工资不高。哦，好了，走了。好，谢谢师傅。啊，再见。哎、没事，再见。慢慢走。啊，好。哎，再见，再见。古原这边是河之原化之乡，古原镇啊。河之原化之乡，走了。哎，累死了！这爬坡还有点累的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弹幕都一直没有看弹幕。前面就是几排字啊，就“河之原化之乡”嘛。然后马路当中有只乌鸦啊，它在不知道在干嘛呢。在追着我了个去，怪不得我想怎么咬了身上痛的了，它好像是牛虻哎，这玩意儿长得跟苍蝇一样。哎呦，快快快快，哎，救命救命，进入111国道。直行进入111国道。前方100米左转，随后右转，进入抗原路。左转，随后右转，进入抗原路。右转，进入抗原路。前方沿抗原路继续骑行大约870米。大岭雄分径，昌运万仞松。这边就是劲松镇了。
经骑了40公里，耗时2小时55分50秒，最近一公里用时3分45秒，心率90，直行200米。这里离漠河还有400公里啊，400公里多一点的。吃饭、啊，我到。一骑行40公里，相当于绕故宫骑了11圈。前方100米左转，进入光明街。左转，进入光明街。这是鹅吧？呱呱呱！前方直行200米。前方100米，即将到达目的地附近。骑行结束了，不要太想我哟。右边是，我要溜了。壮志林场。我导航就是导在了这里，因为这里应该是镇政府这样。好像说是火车站旁边是有住宿的，火车站应该就在前面。好在来旅店浴池。应该就是这边了，核心旅店，我们问看能不能住。今天这个房间是30元的，然后自行车的话就停在了门外面。公共卫浴啊，对，自行车就停在了这里，自行车。然后上厕所去，厕所在外边，这旁边就是大兴安岭，都是啊，大兴安岭，这里是属于林区啊，厕所在这里面。对，这就是厕所，这就是厕所。